这里就是逆商发现的前文明遗迹海渊城 Tien Moana Kino。量子之海将在20小时后达到短暂的稳定状态，那会是我们展开行动的好时机。作战开始。我们俩不会再退缩，现在开始才是真正的战斗。唤醒我的代价可是要用鲜血来支付哦。流血的战斗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。斩杀，切割，拥抱。战斗之外保持优雅也很重要哦。轮回无尽，生生不息。